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人民日报夜读。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，遇事稳得住。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能够看出他的定力如何。如果一个人一遇到事情就方寸大乱，那么即使他有再高超的能力也很难发挥出来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他便可以在最危急的关头想出办法来解决当下的困境。第一，情绪来时压得住。喜怒哀乐是一个人最正常的情绪，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，就很容易成为情绪的奴隶。真正厉害的人能够把情绪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他们在怒火中烧的时候能够压得住自己的怒火，善于化解自身的怒气。有的人会把敢于发怒当作一种勇敢，而把忍气吞声当作一种懦弱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。轻易的发怒往往很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，如此就不是勇敢，而是意气用事。如果不去权衡利弊，只顾发泄自己的情绪，那就是不明智的行为。真正的勇敢不是只知道进不知道退，而是在应进的时候不退缩，该退的时候不怕人嘲笑，敢于退让。第二，定下目标后不急躁。俗话说，欲速则不达。世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它的发展规律，我们遵循和利用规律去办事，才能获得成功。有的人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和妄想，一心求快，结果越是求快，越是难以到达目标。所谓功道自然成，一个人一旦选定了一条路，就要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然后默默耕耘，不急躁，不贪快。等时间到了，自己的付出自然会有所回报。如果总是焦虑自己的付出怎么还没有得到回报，甚至企图走捷径，就很可能会反复的在原地折腾，难以实现目标。其实踏实稳得住往往比耍小聪明能让一个人走得更快。第三，时机不到不妄为。一件事的成败，自身的努力是一方面，时机也是一方面。时机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静地沉淀自己，默默地积蓄自己的力量。一旦时机到来，我们要能迅速地发现时机，把握时机，不犹豫，不踌躇，乘风而起，破万里浪。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，需要有时，这个时就是时时机，时时物，如此才能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更大的能量。遇事能够稳得住，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。情绪来了，不被情绪所左右，选定了目标，不急不缓，不因急躁而违背规律，时机不到，不妄为，默默蓄力。如此，就一定会迎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一天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想要收听更多夜读文章，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。祝你好梦，晚安。